听完我们第二轮的模仿表现，看到三位评委，哇塞，那个表情真是非常趣致啊！我看李斌的样子好像是要辨认出小哥的声音是小菜一碟，是吗？小哥当我的嘉宾当过无数次，所以我很近距离的听过小哥唱歌。是，但是今天突然一过这个这么多人，太像了，一个个的都。我刚才以为是一个人。请选择。请告诉我第三名是什么颜色？我这个第三名我写的是紫色。好，第三名是紫色，恭喜，也是不错的名字。第四名是什么颜色 ？OK， 那经过我们的三位的一致判断，第四名认为是浅蓝色。浅蓝色。第四名浅蓝色，那也是不错的成绩，不用紧张嘛。啊，不是有点紧张，因为什么？我觉得要猜不对的话，会对不起小哥。是。请评委告诉我，第五名是什么颜色？请选择。第五名，我认为应该是黄色。第五名是黄色。这太紧张了，我挺紧张，我觉得你现在完全判别不出来了。是的，是的。我跟你说，现在你们要听我的，然后我觉得我前面听你们听太多了，可能会出错。现在这个就听你的好吗？你怎么肯定你不会出错？告诉我，你们三位评审认为第二名的色彩 ？OK， 这个我们还是比较一致的。好，浅蓝色。你刚才已经说了，说过了啊，说过了。你看他都已经晕了，有点时差，相当的紧张啊。我觉得还是听任正斌说吧。任正斌，好，你用中文说一遍。第五名应该是第二，第二。对不起，我今天带了两个人啊。不是，我告诉你，我们现在的脑海当中啊，真的是太纠结了，太纠结了，主要是纠结造成，太纠结了。我认为第二名应该是。哪一位？什么颜色？橙色。什么？请大声一点。橙色。橙色。橙色。